一朵小花真的是太适合这个背景了，看到就开心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面积啊，等一下，OK，多2分钟这样。中午你每天剪哈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东西。我们的笔记有什么啊？所以我们需要10个系统哦。那些内脏啊，那些的名称你要读一下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哪一个不懂的，你可以再跟我讲。这个 artery 还有 vena 都是血管来的。artery and vena，artery 是从心脏出来的血管，vena 是回心脏的血管。哈，那个血只可以走一个方向，对不对？所以有这样的，OK。然后啊，这个骨头的就全部都是骨头来的咯。啊，OK，我趁在等的当儿，我讲一点点其他东西先。哇，你看有头骨，头骨我们叫 temporal skull 啊，这边呢，你的肩膀那边呢，啊，叫 pectoral girdle，pectoral 人工安 pectoral，然后你有你的肋骨咯，肋骨保护我们的肺，我们的心脏对吗？你的 rib cage 或者是 rib bone 啊，独狼如说，这个是你的盘骨屁股啊，是吗？其实不是屁股来的哦，这个是盘骨。啊，然后 femur 是大腿的骨头，femur 还有很多骨头的，它只是给我们几个做例子罢了。OK，啊，这个我有讲到吗？有吗？是啊，卵巢还有睾丸，这个淋巴系统，全部这些都是淋巴来的。然后大脑脊髓髓，这个该就开始有讲上，这个是肾脏啊，大家，如果你不懂什么是肾脏，你看呐、啊，它在这边的腰子，或者是我们讲腰子，有没有？Kidney 跟叫肾脏，这个中间是小小的，是尿袋来的。尿袋它会长大的，所以它其实它不是那么小，它就是原本的 size 比较小，不过还会变大的。啊，你有很多小便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尿急的时候，是因为它装满了吗？是吗？然后肌肉是长这样咯，这里该我有讲到了这些器官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跟你讲这个胰岛素，对不对？该其实我要讲了，不过我在看时间。那个胰岛素是什么哈、啊？它是把我们吼。好像我们吃了饭呐、啊，饭是糖分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大家有听过吗？饭是糖分来的，我其实它会变成糖分。说如果糖尿病患者，他们不可以吃太多的白饭，因为糖分很高的。哦，所以我们每次吃东西啦，哦，吃了东西啊，你的身体、你的血那边就会有血糖，它就会突然间变高。吃了东西过后啊，血糖会变很高。我们的这个胰脏啊，pancreas。就会释放出胰岛素，释放出 insulin，把那个血糖哦糖分转换成另外一个形式叫 glycogen 啊，你不用记啊，我给你知道吧，就变成不是糖了，你的血糖就变回正常了咯。可是呢，有些人就是糖尿病患者这样，他的胰脏不会释放 insulin 哦，这样怎么办呢？啊，他到了一个阶段，他胰脏开始不会释放了，他就是。没有胰岛素，这样他一吃饭血糖很高，血糖太高哦，那个人会晕倒掉的，直接你知道吗？血糖高嘛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以前呢，我们的很久之前有一个学生，他就在我们的安亲班那边晕倒掉了，直接他跟我们很久了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学生他从小啊，我们就教他，哎，他没有事啊，大家，我只是要讲一下他的一个案例罢了，他现在还很好的活着，其实啊，他就从幼稚园开始，我们在那边就带着他长大。然后有一次好像是5年级啊，四五年级的时候，他突然间那边晕倒掉了，我们就不讲，我忘记了，把他送去医院咯。然后过后发现到他患有糖尿病，也这个就很小罢了，就患了糖尿病。这些比较是讲讲呢，他本来可能就有点问题了啊，可是就是过后才 develop 成比较严重，所以才发现到，哎呦，原来他有糖尿病，怎么办？结果呢？现在是哦，他虽然很好的活着啦，哦，可是呢，他是每一次吃饭过后，他要自己打针，每一餐饭呢，每一餐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每一次吃东西过后，还要自己跟自己打针，他的身上就每天要带着那个针，所以是糖尿病患者的一个痛苦咯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很惨的。
啊，可是这个他避免不到的啦，因为这个不是讲他吃了很多糖，然后到了老了他患糖尿病，不是吗？这个是人家就是有这样的问题，这样年轻就啊，有点蛮可怜。可是他习惯了的啦，那个针他习惯打了，自己他自己跟自己打了，一开始会很害怕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可是他打久了他就没有事啊，知道了。不过那针他不是这样一直长长的，他不是，他是针来，不，他不是一直长长的。嗯，自己跟自己打了，习惯了咯。哦，所以那个是他打进去的是什么嘞？就是这个 insulin，哈、啊，他自己打 insulin，这个 insulin 是后天就是外面在科学室产生的咯，所以人体不能产生就自己打针进去哦。哼，OK，好，故事讲完，哎，要放学了，我因为我也是在等大家进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那个练习哈，我给你啊、哦、做一点那个大家准备写一下，这个第五好像还没对吗？OK，他叫我们做什么呢？我们一起看题目啊，不要只是在抄答案啊！大家来，全部人，好，我现在没有逼你开 video 了，你要开你就开，没有开不要紧，写东西啊，你要交上来啊，OK，这要写什么东西呢？我们要学会看题目。如果我们懂很多东西，懂再多都好，不会看题目的话，我们是回答不到问题的。你会拿零分的，相信我，这科学啊，有可能零分，很难的啊，科学。OK。像他讲了哦，人类呢是 organism multicell，我们人类是多细胞生物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身体呢有各种的细胞啊，有 tissue 啊，有 organ 啊，哎，全部都有不一样的功能，不一样的形状。现在他讲啊，我们有一个 organization 的哦，有一个排列的哦。他讲我们的细胞啊，哦，有一个排列 organize in the organization of cell。Draw a flow chart to show the organization of cell。他要我们画一个 chart 啊，六，多么能就干 organization cell。看到这个字啊，重点啊，我换 color 啊，重点换红色给你。OK，他要我们画什么哦？这样的，他要你画什么啊？你知道吗？你要画这个啊。OK，我先用打字的先。你那天我已经叫你写出来了的一个东西来的。首先，细胞开始，英文的我用括弧啊。OK。接着到什么嘞？啊，这个就是那个 chata aliran 了，细胞了，到 tissue 对吗？你记得哦，很特别的哦，tissue 啊，写着去啊，可以跟着我写了。马来文的就写马来文就好，英文写英文就好啊，不用两个都写啊。tissue 了，到内脏对吗？organ 英文也是叫 organ spelling 一样，OK。内脏了就到一个完整的系统咯，是吗？System，OK，然后你可以写最后一个，就是一个完整的生物了咯，生物叫 organism，英文 organism，写啊，大家，OK，所以他叫我们画 flow chart 啊，如果你有用，你有这样也是可以。没有也可以啊，不用的哈，不一定要，我只是给你看罢了，容易看。记得这一个表啊，它有可能叫我们画的哈。呀，很难画圈圈，OK，搞定，done，哇，这样快速啊，子成。是啦，你们应该要快，其实你们应该要快啊，因为我写两个语文呢，虽然我是用打字啦，啊，你们写一个语文罢了，哈，跟着去喽，哈，OK 哦，done 啊。不要太慢就可以了，我可以等你的，不用担心，不要太慢。OK，所以这个要会看题目嘞，你看其实很简单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只是如果我们不懂，还要我们写这个，就浪费分了嘞，哈。OK，大家啊，这个很简单，他要我们 Yatagan Jenis cell，就是讲出来罢了。State the types of cell，讲出来这是什么细胞？这是神经线细胞，对吗？你说哦，cell。Saraf 啊，我该叫你做好下，我直接给了啊，OK？我看我给到多少，我就给多少个 nerve cell 神经线的细胞，来红血球 cell dara mera 是吗？啊，你要假装你在回答这样啊，虽然我们好、哦、没有得像在班上这样，你可以假装回答，虽然我听不到啊，你要开麦讲也是可以，我知道你不会的，要也可以。像伟伦江，伟伦江安静，不还在干嘛？打王者啊，伟伦。哎，伟伦有没有进回来？哈、哦，有三个人没有进回来。等下我要拍照起来哦。OK，我有讲到这个，大家猜一下第三个是什么？我们没有看到一模一样的图形，不过我有提到的。
我有讲到它有可能化成酱。来，谁要给我答案？大家猜一下，第三是什么呢？什么细胞？人体的细胞来的，这是人身上的啊。OK，啊，猜一下输赢啊，永生啊，真博嘞哈，哦，真博，OK，啊，方赢啊，来，我看一下啊，嗯，再来，蛮接近的，其实那个答案，不过不是，要再 try 吗？再来，OK，好像有对的答案了，啊，子辰，你用华语也可以，如果谁要猜华语，哇，这样厉害的。对呀，啊，这个是皮肤细胞来的。其实，大家，这个是皮肤细胞来的，因为我讲排到密密麻麻啊，我不，你记得吗？大家，我讲排到密密麻麻，我是有写哦，我看一下啊，我是不是有写啊？在哪里有啊？江巴奈德哈，你看啊，肌肉是怎样的？江还有长形的，我讲，这个是所谓的排到密密麻麻。看到吗？它的另外一个就排到密密麻，所以它是这一个啊，皮肤细胞 cell epithelium，OK，epithelial cells 啊，奇怪哦，所以这个我叫你猜啊，因为比较特别。OK，来，我们可以写一下这一个啊，cell epithelium，OK，epithelial cell。这个你要记一下它的 spelling。这个哦，哦，等下我看一下你的那个表皮细胞课本用什么啊？哦，班奈哦，你猜也猜对了啊！哈，等下我看一下课本还用什么？epithelial 还是 epithelium 啊？这一个我会，我怕我有点弄错。诶，开错了，我开到第一课，我要开第二课。OK，那些没有跟到我上第一课的人啊，你们要听老师讲啊，知道吗？有什么不会可以直接问我。你在。Google Classroom 也可以问我，你可以 WhatsApp 我问我啊。子晨把我擦掉那个先可以啊？看一下啊，我找一下这个那个表皮叫什么了？我要看一下，因为它有 epithelium cell。OK，英文的话你注意一下，你用回跟这一个你的课本一样的，我们的那一个笔记哈，它写 epithelial，对不对？OK，你跟回用回跟课本一样的 epithelium cell。OK，如果你有印出来的，你改一改这一个东西啊。这里，OK，这个英文的就好了。用 epithelium 啊，英文的是多一个 h 罢了，cell。嗯，子辰。可以吗？英文的，如果有 print 出来的，你改一下这个 epithelium cell，改回跟课本一样。OK，我写在这边啦，这个啊，UM。OK，所以很好，可以吗？只是比较难的是这个，也不算难啦，卡到闪退出去，就是这一个表皮比较有时会画到比较不一样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细胞那个肌肉了啊，肌肉确实不一样，所以我讲你们猜的是蛮接近了的，不过细胞它会画比较长形的。OK，大家现在叫我们画啊，我教你啊，大家你跟着画啊，OK，我们要讲画。他要的东西又不用画太多，又不会画到太少，又不会画到不够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个蒙恩多兰蒙恩丘啊，他会啊，OK，这个你可以写他的话。蒙恩多是教放松，还有会收缩的哦，收缩，缩，来让我们给我们动的哦，给我们行动移动的哦，给我们动啦，基本上，bergerakan 就是动，relax 放松咯。Contract 收缩咯，对不对？收缩啊，contract 是收缩，relax 我知道你懂，不用想。To enable movement 让我们可以动，这是什么细胞？他讲啊，他叫我们画哦，Lucas Raja cell draw the diagrams of the cell，OK？That carry out the following function，它会进行以下的这个功能的，会动会放松收缩，放松收缩就是肌肉细胞，对不对？啊，OK，肌肉细胞来的哈，大家肌肉啊。我们要讲话呢，
画这样新月形就好了，画这样不用画我那个长的那么麻烦，不用画这个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啊，跟到吗？快点啊，要放学了的，画完这个我们就放了。OK 啊，一面画你们可以一面听啊，你可以所有细胞啊，你都可以这样点点点这样啊，没有什么的这个 ，OK 有没有点都不要紧啊，其实。Mengekalkan sistem ke imunan badan， 它维持身体的免疫力、免疫系统。可 imunan 啊 ，immunity、immune system 就是免疫系统。谁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啊？哪一个细胞啊？我写华语给你。其实你可以写你的那个马来文或者英文下去了哈，白血球咯，对不对？免疫系统，给白血球你要讲话啊。啊，不太要很圆的这个白血球不用担心 ，OK。然后你画一个比较有白血球特征的一个细胞，就是这样的，它的那个 nucleus 啊，它旁边两粒比较粗的，你涂黑它中间这样 ，OK。整个都是它 nucleus， 你知道吗？啊，它会呈现一个类似 U 型，哎呦，有点像笑脸的，哼，哦，大概是这样的。然后啊，点点点给它咯就可以了，白血球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要画新那些细胞的话，我们要画到什么重点呢、啊？现在是 OK， 大家还有 dibahan genetic， the lucky genetic 是基因哦，它带有基因的资料，这么些激情基因因啊。第三 ，OK genetic， the lucky 有、哦、男生的哦，这样带男生的就是精子了咯，对吗 ？OK， 精子要讲话啊，你这样啊 ，OK。你可以画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头咯，对吗？画一个景象给他，大概是这样的。这个头里面有 nucleus， 算 nucleus 画在头那边，画圆了就可以了。这个 nucleus 是大脑啊，啊，他的大脑在那个头那边啊，精子那个头那边。然后呢，画尾巴，你要讲话就可以，就讲话了。啊，就这样，嗯，就可以了。OK。重点那个点点点不是重点啊，大家它的重点是那个 nucleus 罢了，还有它的形状啦。这个有点丑啊，这个它景象就是大概这样罢了啦，可以画小点的这个景象，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讲啊。我有点像老鼠，老鼠就太短了哦，尾巴是吗？你要画的好像蝌蚪这样啊，大家知道吗？啊，这个是精子。OK。我们根据他讲的功能，我们要画那个那一个细胞出来罢了。景象可以画小一点哦，就景象太粗了，景象可以幼一点啊。OK 啊，大家去交一下功课啊，那个 submit your work here 那边啊 ，OK 啊，多一分钟我就会关掉了啦，我们就晚安，拜几见啊？拜四哈。拜师间这样了啦 ，Bye， 他支撑来的哈。OK 啊，我关了啊 ，Bye bye everybody， 晚安。